续关心北韩自卑时是向南韩放进一粒空飘气球，三十个早起又向日本海峡十粒低定的飞弹，唔那影响南韩的 GPS， 嘛影响海面上船只的作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是严厉谴责，外界即嘛认为讲北韩这款暴力性的行为是希望要转移大家对这个国际气因军事紧张危机发射失败焦点。今日首相官邸，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对北韩第三十透早六点外，为边疆顺安地区连续发射大粒地震飞弹，谴责北韩。北朝鲜による弾道ミサイルの発射、これは関連する国連決議に違反するものです。強く非難をいたします。すでに抗議を行っ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す。韩联社报道，在弹道飞弹射程包括南韩首里、大田这些大型城市，连青州、水关这些所在主要空军基地，嘛在攻击范围内底。南韩联合参谋本部照飞弹飞行350多公里了后，落在东海，佮干扰南韩 GPS， 影响船只航行来检查。北韩发射的可能是超大型多管火箭炮 KN-25。美国印太司令部嘛谴责北韩，呼吁唔通采取非法佮破坏稳定的行为，爱用外交对话。即嘛是北韩第二次发射军事侦察卫星失败了后，佮一摆发射飞弹。另外，北韩佮第二摆向南韩空飘真济个鬼啊，内底载真济粪扫、排泄物，甚至佮有定时引爆装置，好各地个鬼啊破气坠落的所在，拢是臭味，用来反制南韩过去有温泉品的空飘个鬼啊。南韩当局嘛，呼吁民众唔通去望这个鬼啊，若是发现个鬼啊，就要即时通报。큰뭐가떨어지는소리가굉장히크게들렸고요그리고나서뭐가이제팍팔락팔락거리돌아막이렇게날아다니기시작했고그다음에바로폴리스라인을치시고와서이제수사대가오셔가지고수사를하시게된것같아요남한참표팀연식회기表示到礼拜为止已经侦察到260多个鬼啊，大部分已经落地土卡。对此，南韩嘛向北韩提出抗议，谴责北韩的行为是真不品。严格北韩朝鲜劳动党中央组织指导部第一副部长江时尊嘛是领导人金正恩的亲兄妹，金武正煞回应讲，北韩只是实施言论自由，未来阁会放阁较侪空飘鸡鬼啊去南韩。国际新闻台是董平英。